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啊，三角形 ABC 是正三角形，就三边一样。然后呢，我在BC 上面随便取一点 D 啊，然后也做一个正三角形 ，BDE 是一个正三角形。好，那我现在连接AD 跟 EC 啊，他现在问你说这个三角形ABD 啊，这个三角形 ABD 啊，跟什么呢？跟这个三角形 CBE， 三角形 CBE 啊，有没有全等？好，就这个三角形的跟什么呢？跟这个三角形有没有全等？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首先这两个一样的啊，因为AB 等于呢 BC 因为这是一个正三角形，然后呢这个角跟这角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60度的，这也是60度因为它是做正三角形嘛，三角形三内角都是60度然后角 ABD 等于角 CBE 等于60度，然后再来的话这个角这个边跟这边一样就是BD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BE 所以三角形就是 SAS， 我再画一杠就好了，这是画一杠，三角形 ABD 全等于三角形 CBE 什么全等性质呢 ？S 一边一角在一边的 ，SS 全等 ，SAS 全等。